治前秘书长黄之锋，因为去年六月反修例运动期间煽动示威者包围湾仔警察总部等罪，在今天被香港法庭判处入狱13.5个月。同案被告周庭被判处10个月，另外政治前主席林朗彦被判刑7个月，三个人及时入监服刑。而据报道，明天将过24岁生日的周庭，听到判决当场抱头痛哭。